今天和荷花姐去搞春游啊，还有骑着我们的自行车。以前我们出行都是走路的，现在有了自行车就方便多了。大家休息一下。荷花姐，你看这个边上，这个是一个废弃屋啊，这是没人住的。以后我们骑行的话呢，就是路过那个废弃屋的话，就住在这个里面了。哎呦我的妈哟！你要习惯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看能不能进去。因为我会很脏啊。我看到这个前面是锁着的，进不去。脏的话肯定是有点脏啊。搞下卫生就可以了。啊？这里它有条小溪啊。对啊。小河啊。小溪，小溪。现在春暖花开，你看那个油菜花都开了，我们过去看一下油菜花，挺漂亮的啊。这是不是也是啊？对。这里还没开花是吧？这个也是，但还没长大呢。是不是景色挺美的？嗯，这个油菜花挺漂亮的。啊。就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嘞。对啊。是吧？你看这个油菜花，好漂亮呀。嗯。现在我们骑了一个小时了。然后和我姐她很累啊，啊，要休息一下。累惨了，主要是上坡。对啊，你这个还是空车，到时候你再转的话就，更辛苦了。那不是体力要练吗？要一点一点的练啊！我又没骑行过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体力不行啊，没有。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吧。休息一下。现在我们继续骑行，然后去前面爬个山。现在天有点晚了，看能不能跑到山上面去啊。何花姐，嗯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山脚下，开始爬山了。就是这个前方那个山很高的，现在我们只能推着这个自行车上去了。推着自行车啊，不能骑的，都是山路。哎，爬上去要一个小时吧。但是下来很轻松啊，走吧。走，下来的时候能骑吧？下来可以骑的。现在也可以骑吧？骑着上去不行吗？骑不动啊，这个都是上坡啊。我试一下来。这里还可以，前面就骑不了了，现在只能退了，这个路不好骑啊。比打工还累啊。比干活还累是吧？比上班还累啊。这个都是体力活啊。这个还没有钱。对啊。这个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嘛。现在的路就好多了是吧？这个是水泥路。我说了也没法骑吧。对啊，都是上坡的，骑不了了。走这边，上面好像有一座寺庙，你看，千年古刹宝鸡寺。嗯。要不要上去看一下？啊？上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寺庙。这个山路的话都是很陡的，只能推了。我们几点钟能爬上去了？应该要爬半小时，下来的话顶多十分钟。怎么了？泄气了。哎呀，感觉爬不上去。能爬上去吗？能。啊？能的。能。啊。这个地方的话，仿佛就来到了那个黄山，那边的路跟这个差不多。何华姐，加油！加油，不要停。啊，不要停啊，累死我呀。累不死的。出了一身的汗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累死了。走吧，继续往前。哎呀，走不动了。哎，何花姐这么厉害的。居然可以骑呀、啊。我都骑不动了。怎么小心一点啊，这个骑自行车爬坡比较危险啊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你听到那个声音没有？走啊，我们让他一下，靠边让他一下。现在杰哥他在那个下面，他在等我们爬嘞。我走前面吧。这个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，等一下可以看那个夕阳。这个是杰哥，何华姐。你看对面那个山上，啊，那是那个卧佛。卧佛。
对，我们这里可以骑了是吧？这里只能看，过不去的这里。经过艰难险阻，现在我们马上就要爬到这个山顶了，马上就要到了，真的不容易啊！爬了快一个小时了，现在太阳都下山了，前面好像是一座寺庙，然后对面那个就是，横店有名的睡佛，好像拆掉了那个睡佛，看一下这个睡佛，没有了，是不是拆掉了？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太可惜了。现在荷花姐也上来了，我累惨了，好像前面有个什么呀。你还是蛮厉害的啦，居然爬上来了。前面是一座寺庙，我们去那个寺庙看一下。对，我还以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村庄呢，结果是一个寺庙。这里果然是一座寺庙。荷花姐和那个小狗在说话。不让我进啊！对对，你别过去了。走远一点。哟，他来这看家来了。对啊。现在太阳下山了，天也快黑了，现在我们准备下山了，今天在天黑之前赶回去吧，毕竟这个地方是山高路陡啊，晚上下山的话更加的危险。下山了，这个路比较陡了，所以速度必须慢起来。现在我们下山了，哇，太陡了，我都不敢骑啊，我们推下去吧，是吧？太陡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只能推下去了。你能骑吗？我不敢骑啊，太陡了。你看一下那个沙石行不行？沙石不行的话，不用骑啊。好像和我姐的这个单车技术比我的也厉害呀。反正我是不敢骑了，太陡了。还能骑是吧？那我也骑吧，不骑的话太慢了。本来以为下山只有十分钟，看样子下山也要大半个小时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刹车啊比较好。没关系，我们上山花了一两个小时，下山才花了十分钟不到，九分钟，终于又回来了。然后今天的爬山就结束了。